制作门框。稍微点进去，不然脸太靠近那个顶廊了。我刚才不理解。我觉得。我卖个锤子。我卖个锤子的。卖个锤子。我以前卖锤子的。板子有点厚，比较难。Hello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张磊。哎。哎，现在在你在山东济南，你在哪里 ？Hello， 我现在在山东济南。对对，济南对。跟这里说。呀。哎，还好还好，还好可以。您在哪里啊？抱着这个干什么？不喜欢。我是在美里，好好好 ，OK， 请说。太重。嗯？不看了。不知道。哦，九月六号，九月六号就是那个渴望啊，谢谢谢谢，你妹。